好，我们来看题组了哈。他说有一个长哈 A 宽 W 的那个线圈哈，上面电阻是 R， 是一个外力 M 哈，使其等速 V 通过一个范围为 D， 哦，这个范围是 D 啊，范围为 D 的那个均匀磁场 V 啊，好，那 D 的长度呢比 A 要大。哦，如图十二所示啊，在时间 t 等于零时，线圈恰接触磁场的边缘，哦，恰是这个状态。我们看第十六题，在线圈尚未完全进入磁场之前，就有一些进入，有一些没有进入了啊，的时间啊，磁场哦，时间为零，啊小于 t。它小于 V 分之 A， 好，你完全进入的时候它的时间是 V 分之 A， 为什么？因为 A 它除以那个什么，除以速度，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时间，或者是说你 A 的话等于 VT 啊，所以这 T 的话呢是什么呢？是还没完全进入的时候的时间。好，那磁场 B 在线圈内的磁通量量子的话呢，为何了？好，那进去以后就是说进去一半，就没有完全进去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它的磁通量多少？这个的话，这个长度等于多少呢？因为它经过时间 t， 它进去的这个长度就是 vt 啊。那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磁通量。哦，就是磁场乘以这个面积啊，所以它磁通量 Φ 哈，是等于磁场，它乘以它进去的面积，面积就是这个长是 Vt 嘛，它宽的话是 W， 所以是等于呢，BVtW 啦，所以这一题应该选多少 ？WVt 的，WVtB 啊，哦 WVTB 啊，所以应该选 B。好，再我们看第十七题。此题也是说哈，欲使线圈哈等速完全通过磁场，就从这个状态呢变成这个状态，完全呢脱离磁场，通过磁场，全程外力 F 哈需给线圈至少多大的冲量？好，我们现在哈，你只进去一半的时候才需要施力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完全进去的时候，还没完全进去的时候，它有磁通量变化。好，那它有磁通量变化的话，你必须要有个外力来拉它。那这外力多少？我们来算一下，就是说，你拉进来的话，它磁通量变化产生的感应电动势，事实上是 LVB 啊，LVB， 这是感应电动势啊，事实上等于那个磁通量变化，我们取绝对值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 IR，I 哈乘以那个 R， 那电流就可以算出来，而且它磁通量是往这里的话，它那个呢感应电动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感应电流是这个方向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它的外力哈，就是说它的外力呢，要抵抗什么？抵抗磁力的。哦，实际上磁力哈 ，Fm 等多少？是等于 LVB 啊。哦，应该是 I L cross B 嘛，就 LVB。LVB， 那是 L 多少 ？L 实际上是等于 W 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把画画过去。LVB 啊，不对，这个是 ILV 才对啊，ILV 啊，就磁力嘛，就 I 乘以 L cross B 啊 ，LIB， 那个 W 的方向呢，跟那个什么，就电流的方向嘛，跟磁场方向是垂直的，所以是夹角是吧，90度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的磁力方向往哪边啊？磁力方向往这边啊。电流方向往这边嘛，就是 L cross B， 所以它磁力是往这边的，磁力往这边，
那你外力的话要抵抗它，它才能够等速移动，所以这事实上也是外力 F 啦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 I 把它带掉 ，I 是 R 分之多少呢 ？LVB 啦，那再乘以 LB， 所以事实上是 R 分之多少呢 ？I 的这个 L 哈，就是这个宽度了，是老六嘛。所以是等于啊，所以是等于那个两个 W 两个 V， 就是 VV 平方 W 了。哦，这外力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它的冲量多少呢？第一段的冲量，第一段的冲量哈，我们叫做 Z1 啊 ，Z1 是等于 F 哈，啊乘以那个 T， 啊 T 是多少时间 ？T 是这个时间啊，哦，就是完全抛进去。当它完全进去的时候的话，哈，就不需要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没有电流了，它自己就会等速移动了。你不需要施力，它就会移动了。那你施力的话，它会有加速度。好，那这个是 F 的话，就等于啊，等于是 R 分之 V，V 平方，啊，这两边平方的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它第二段的话在这里。在这里的话哈，它跑出去的时候的话哈，也一样照算的。它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哈，它的这个如果跑出来的时候哈，它的这个什么呢？磁通量是往这边变化，磁通量减少。它磁通量减少的话，所以感应电动是这样子，所以感应电流往这里，感应电流往这里。那感应电流往这里的时候的话哈，那现在的话呢？它磁力是往那边，所以哈，所以是，没有不是哦，因为它跑出来的话哈，它磁动量往那边嘛，它磁动量减少，磁动量减少的话呢，所以说，所以感应电流是往这边，所以它感应电流是往这里，那感应电流往这里的话，那感应电流往这里的话，它绕到这里来的话，这时候感应电流就往这边了。这个地方的感应电流跟这个地方感应电流实际上是一样的，所以你施以的外力跟这里外力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的情况跟这里的情况是完全一样，所以要两倍嘛，而且它是等速嘛，所以它跑出来的这个时间也是多少呢？也是这一段是 A 嘛 ，A 啊除以那个 V， 所以两倍的，所以 Z2 呢跟这个也是一样 ，F 的话也是这个。所以也是呢，就等于那个 Z1， 所以哈，它的那个总冲量啊 ，Z 哈，就等于 Z1 加 Z2， 所以是两倍的这个，所以是 R 分之多少呢？两倍的 V，V 平方 W 平方 T， 所以这一题的话哈，答案应该选多少呢？T 的话把它带掉 ，T 的话是等于 A 除以 V，T 的话等于啊，这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R 分之二 V，V 平方好 ，W 平方，啊乘以多少 ？A 除以 T 的，A 除以 V， 这是 T 嘛，那 V 就消掉了，所以是 R 分之二 A。B 平方 ，W 平方了。T 如果没有带掉，我就找不到答案。所以答案的话，应该选 C。